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。我经常在我的私信里哈，看到我们天津本地的网友给我留言，就说恩娜姨，我这肚子呀是个铁肚子。我说到这儿哈，天津的网友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就不明白了，什么叫铁肚子呀？我给大家哈，读一段咱们天津的网友给我的这个留言的全部内容，您就明白了铁肚子是怎么回事儿。我把它贴在这儿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恩娜姨，这个菊粉效果非常好，这次不仅仅优惠三罐，还给个小杯子，我又囤了，并不是占便宜，而是真的对我有效。我可是从年轻一直便秘，从来没有拉过肚子。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，就是个铁肚子。这回知道天津人说的铁肚子是怎么回事了哈，其实就是严重的便秘。哎呀，一般的人找点凉啊，喝点凉水啊，吃点凉东西就会拉肚。铁肚子这些事儿都不管用，得需要喝泻药才能排下来。我们说着挺简单的，谁要有这个铁肚子非常的痛苦，是不是？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一段粉丝的留言，大家也看出来了，就是因为他喝完咱们这个菊粉，现在已经把这个铁肚子问题解决了，趁着这个三桶119.9块的这个活动价的时候，又囤了一次货。不过我在这儿跟大家说啊，三桶119.9块的这个链接的活动价啊，今天上午大概是9点多就已经下架了，已经结束了。不过大家别着急啊，从今天31号开始，618的这个菊粉的活动价正式来了，更合适。之前的活动价是三桶菊粉加上一个精致的小杯子，活动价是119.9块啊。咱们这次一年一度的618大促啊，给大家呢加了一盒这种袋装的小包装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这一盒是里边有30袋啊，都合起来这一大堆是139.9块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上20块钱，咱们就能得到这一堆的东西。这一盒菊粉啊，你要是单买的话是54块钱啊。其实咱们这个菊粉哈，虽然它这个小包装是这样的袋装的，和咱们这个菊粉它是同一种产品一模一样啊，只不过就是包装不一样，这个是散装的，这个小包装的啊。盒装的这个一小袋，这是5克啊，就是我们一次的量，相当于咱们散装的这一勺的菊粉啊，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小包装的这个，这样一比起来，这个比较方便哈。你假如说我们啊，外出旅游，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，说实在的，换个环境啊，有可能睡眠也差点啊，包括这个大便也不正常了，是吧哈？一定带着这个小包装的，省了带一大罐了就是吧哈。还有那个有工作的哈，年轻一些的，包里就放上几袋这个。同事们聚餐呢，吃大鱼大肉啊，或是你今天吃的蔬菜没吃到位啊，你就来一袋这个喝啊。说良心话啊，我从做自媒体感觉啊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个菊粉，帮助了这么多的便秘的网友。如果是老粉丝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如果是新粉丝或是新的网友第一次看到我分享这个菊粉，您呢可以往前翻翻啊，我分享了好多期咱这个菊粉。如果您有便秘的这个问题，或是您的亲戚、您的父母有这个问题，您呢哈，下一单试一下啊，会给您惊喜的。我呢把今天咱这个618的这个套餐的这个优惠的这个链接哈，放在视频的下方，我也把它放在橱窗里面，方便大家购买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呢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